所以各位第一个先我们知道的是你一定是合法的公司。同样都是做美类的一个产业，所以他当初约我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案的。跟天尼哥在这边谈到大概晚上10点，其实说真的蛮感动。其实一路上不管资深或之前，大家都是彼此的贵人，那大家都要珍惜，那我也很珍惜你，那也谢谢大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那透过那个名人Joyce，那帮我一间天尼的教室，然后。就跟 Kenny 开始聊关于就是有什么可能性。我喜欢很认真跟很热情的人，所以就相信一个人格就会相信他做事。谢谢。那我一直很喜欢跟有热情的人合作，那有机会欢迎大家来我们公司走一走，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伙伴都非常的奇妙。隔了2个月他就跟我讲，阿果，我协会成立了，我们可以做了。我就会觉得哇，这个人的行动力怎么那么的快速。对，所以现在行销你其实可以用很低的预算达成很大的效益，你今天投一个 boss 就没了，那你今天费用不如留下来，让我们这种比较专业的 team 帮你再重新整理过，让你的品牌有不一样的呈现方法，得到不一样订单进来。